咱们来到了这个云山林，可是这里的资源不是太好，我们现在把手上的这两个幸运方块给它用了。开，我是拿寿命玩游戏的吗，兄弟们？还是说二楼在默默的支持我？到底是什么情况？直接得到了六个莫迪传送门，那这第二个会得到什么呢？我很期待啊！所以大家先评后看，养成习惯，哪怕一个表情包也能为叶枫增加点播放量。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，该投币投币啊，该点赞点赞，该关注关注。看来这第二个方块并没有什么好东西啊，只是介绍了一下这个幸运方块，因为叶枫太帅，所以没有开出什么东西啊，因为他太帅了。对，好，行了。嘿嘿嘿，不管怎么说，末地传送门六个已经搞到手了，再来六个末地传送门，我们就可以去末地讨伐梦影龙了。以我们现在这个装备的强度，应该是打得过他啊。对了，我把铲子拆了，我拿什么挖沙子呀？左下角弹出一句话，大喊一声奥利给，所有东西都复位。看来我们的合成表再次被打乱，快看一下我们的合成表，这一次能合成出什么东西。这边只能合成一些玻璃，并不是很好。实践其实也没什么必要，咱别合了，拿稿子打也是可以的。这是啥呀？铁傀儡吗？哦，那不就等于我有铁了？拜托你什么血量，我打不动你。他怎么8000多滴血呀？我再给大家看一下，大家注意啊，注意看好了，放这，然后他的血量是6948啊，这只血量比较少。也就是说这血量还是随机的。等等，他掉铁锭，那我多召唤几只，顺便看一下他们的血量。这只有9000血，一下秒；这只30000血，兄弟们，这估计是一只成年铁傀儡。干掉，干掉，干掉！你看见没有？这里铁傀儡这20000多血，我的妈呀！这10000多血，我们攻击力只有10000多嘛，超过10000多的都得打3下。你看这些血量都很厚，完美，完美！大量铁锭收入，而且还有一些小红花。看一下铁锭现在能给我们做一个胸甲，哎，可以，512啊，这防御力还可以，512的这个耐久值。现在我们的被打乱了合成表，刚才很多东西都可以再看一下了。哪来的面包啊？打怪掉的吗？哎，什么怪掉面包啊？这很奇怪啊。再看看细草花等于什么？羊毛。哎呦，全换了，极限锭可是大宝贝。换，45个工作台。如果现在我能有箱子的话，就更好了。有了箱子我们就可以安家了，身上的资源很多。哎，漂亮，沙子换的东西那肯定是随便换。哈肯典姆怎么可以自己做东西啊？哦，哈肯典姆还有粒儿啊，还有粒儿，我把这个给忘了。钻石面包换甘蔗嘛，绕着河边走总能遇到的，不要舍不得甘蔗啊，千万不要舍不得甘蔗。再看一下铁，我们放一个工作台瞅一下。哎，我们放一个工作台，看这工作台，我们因为身上很多锭嘛，对吧？这么多锭，叶枫有很多的锭，可以拿它们去做装备。哦，想起来了，哈肯典姆做装备得拿哈肯典姆块。我去，我感觉我被坑了，不该拆的，拆了只能就是换粒儿的那种合成了，也行，好歹它有一种合成，不然我们的合成不回去了。我跟你们讲啊，新版泰坦的这个凋零玩偶非常重要，一个可能不够，我趁着我还能换。换三个吧，因为我背包也不是很大，就换三个。这个为什么说这个重要啊？新版的凋零玩偶可以去末地，在特殊的坐标召唤凋零的那个专属的一个地形啊，然后我们去和凋零撕拉单挑。我已经提前试过了啊，不会卡。这个版本的凋零撕拉可以很流畅的跟我们打斗，特别强，特别强。极限稿，哎，稿子就算了啊，我们这边稿子已经太多了。箱子。铁是无限多的嘛，对不对？这还有这么多蛋，再召唤5个、6个，3个箱子，快！需要大量的铁，铁傀儡站出来，你要给我做箱子，1下、2下、3下，你根本打不过我，放弃吧，小小铁傀儡。现在我们赶紧给它做出来，6个箱子，1、2、3，好，6个，还剩了6个铁锭，完美。哎，冰局全用了吧，反正也在背包里占着地儿，4个也不多啊。我们草原上到时候没了再去草原上摘就行了，咱出生点那块就是一个草原嘛，就有冰局，实在咱们找不到回去的路的时候就嗝回去，嘎回去就行了嘛。现在我得找个地儿安家了，身上的材料应该已经都合成完了。哦，还有点石头没合成，金苹果附魔的，换6个。嘿嘿嘿，我们不仅有食物啊，而且全是高级食物。哎，我觉得这河边就不错啊，那咱就住这河边吧。